条件都给你准备的特别好，我觉得接下来就是看你的表现了。咱先把东西拿出来吧。我先洗鱼啊，行。我来吧，这个我来吧，这个我来吧，你就放那儿就行。得把水蘸蘸，不然你一会儿，你第一步要怎么做？这鱼就可以了，啊？不用抹点盐腌一腌吗？啊，这个不用，这个现在先不用。这鱼就这样就行。是的。其实你是会做鱼的是吧？我呀，啊，偶尔会做。那么今天你有福气了。为什么呢？你将会做到东北人最爱吃的红烧鲤鱼。怎么是南哥做了呢？对，我也觉得。开下盖儿。这么透明吗？这个没看出来呀，啊，这个也。不要因为是给老爷做你就紧张。这是要拿油熬汤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这放心吧。这个鱼不用拉两刀吗？不用拉两刀吗？你怎么不处理呢？刚才它斜着拉，这样的话它就是脆一点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悟出来的，这个是。来吧。月月。呜呜呜呜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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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有我在，有我在，有我在，不好不好，哎呀，不好不好，哎呀，小心，没事没事，你不你没事没事啊，对，要把它炸熟吗？